各位 GT 的玩家，大家好，我是 ST Denki，今天要来挑战德国总长高速公路的奖杯。小弟现在奖杯就剩下那一颗，就可以拿到这个白帅帅的东西了，嘿嘿。我们来看看总公里数有多长。跳过头，找一下。找到了，12,718公里啊！好，来看看目前还剩多少公里数。不多不多。剩下这个不到200公里，好，来选择红牛赛车，好，选择这个单人竞赛，当然啦，一定要跑这个 X 赛道。才会快，节省时间，不用弯来弯去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圈数呢，大概设定个一圈30公里，那就设定7圈好了，就可以达成了。出发。听到红牛这个声浪啊，真的很吓人啊！因为我有调整那个最终尾数的设定，所以呢，比原厂设定尾数可以在带空效应可以多出20几公里的时速，这样子要追电脑也比较不会无聊打瞌睡。还好闪过去，通常电脑的驾驶车辆都会在弯道稍微减速，不像我们玩家油门吹条条，吹到手拢麻去。哇，一整群！全部吸过来了，哇！不可以撞我，所以6代的电脑会撞人哦，相当残暴，而且还会突然间紧急刹车，搞得玩家打不齐在那边撞人家屁股。真的撞我，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
没关系，继续追。话刚讲完就被他们撞了，你看吧，这比起五代的 AI 啊，六代 AI 真的是强多了，非常难缠，甩甩不掉，超也超不过去。保持这个速度，不要太外侧，也不要太内侧，就可以以固定的时速出弯，吸屁股，吸，闪车，哎呦，护栏，赶快回来！啊，你们这三个凶手！三个撞车的凶手，我又回来啦！哇，他们三个并排，那我来一个，我也来并排好了，并排，空中分裂式，耶！好像我落后一截，吸不上去。好，打七档好了，保持队形。吸，我吸，吸，吸上来，吸不过去。快到弯点，弯到了，啊！我挤进来好了，哇！他们又放开油门了，队形被破坏掉。哦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这个七档最终尾数调得过重了，所以没有屁股可以吸，没个屁用，跑不快，比六档还烂。啊，听到声音了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哇！哇靠！不要再撞我！吸！拍死拍死！没有控制好，戳到你的屁股，超车！啊！好，变换队形。不可以撞我啊！又来了，好了，听一下转速声浪也好了，不然它同样一个频率，真的会睡着。
吸到了，吸到了，继续吸，一台吸一台，看能够跑多快。啊，我来啦！就是你，一直啃我，换我啃你啦。啊，一台一台，乖乖排好，不可以撞人。跟着你屁股拿奖杯，嗯，也算不错了。至少可以跑520公里，不用吹得那么痛苦。啊，偏掉了，不小心碰到类比，晃了一下。好像是我在推着他跑，不是我吸着他屁股跑。哎呀，你减速减那么慢，太夸张了啦！他们还不过来吗？等他们过来再继续吸屁股，吸，吸，来了来了，这样可以让我节省时间。好，先让你们过去，我知道你们会撞人，我先闪了。快点，快点上来啊！上来吧！快，我卡位哦，卡位！哎，怎么有一台卡过来？好，这个位置是我的。啊，推，开始推，推啊，快啊！还没没屁用，现在在上坡。哎，怎么可以闪呢？不让我吸啊！你要减速了，我赶快脱队，弹射出去。第四圈，赶快上来，跟上来吧，让我吸，快点。吸呀、啊！来了来了，啊！快闪，快闪！啊！要进弯了。没有办法吸啊！你这家伙又来了，
想不到要拿这个奖杯这么的艰苦啊！早知道自己一个人跑就好了，叫这一堆电脑车来扰乱的。哎，我又来啦！哎，冲内侧，超车！耶、yeah! ！七呀，七，对准七，我推你，你跑太慢了。啊，你还减速，你这个家伙！啊，跟你并排好了。越跑越慢，你跑你的，我跑我的，好了。嘿嘿嘿，我的六档比你七档还要强，嘿嘿嘿，你来洗我屁股吧。呼呼，七档好像用不到，哦，呼呼，第五圈，最后三圈，哇，电脑都睡着了。电脑驾驶的车完全看不到身影。那么应该也是吹油门吹到手麻掉脚麻掉了，呵呵，开玩笑的，电脑是没有手没有脚的。加油，一定要达成，就剩下这个奖杯了。到底奖杯会在比赛途中达到公里数就会噔噔跳出来呢，还是比赛结束后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拭目以待。哇，不要撞墙啊，赶快溜滑梯溜下来。哦，这个单人游玩的场地啊，时间天气变化好像不能自行调整，所以啊，这个圈数不多，要看到从晚上变成白天啊，不容易啊，可能要跑个一个半小时才会看到
天渐渐转亮啊。哇，雾蒙蒙一片，台湾的高铁好像也没有跑那么快。哦，又跟上来了。跑你们的，我跑我的，不然又被你们撞车啊，那就又浪费时间了。第六圈开始。第六圈开始，剩两圈。由于小弟没有使用专业的游戏录影盒，用 DIY 的方式来录影，所以还请笑纳啦。啊，录影时间也有限，大概25分钟，可能就是极限了。所以喜欢观赏的玩家，可能我会把影片分为上集跟下集来作为一个结尾。到底能不能跑完呢？现在录影时间已经22分钟，快23分钟。以一圈的单圈时间3分40秒左右，那也要花个七分钟多才有办法完成。如果奖杯在达成公里数就跳出来啊，那就太好了，就可以不必把圈数跑完。哇，电脑睡着了，没有他们来帮我，让我加速一下。好，要分第二段影片，先暂停，不然录不完。小弟并不是专业人士，所以呢